笑你。对一半啊，啊不对不对不对啊！当我这个对一半，我必须承认，因为我毕竟也跳过两年。哎，所以这算半分吗？对他们赢了。好，这算你赢，算你赢。好，下一位，请准备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刚刚是小翔跟温丽江吧？要跳哦。好，加码加码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威弟，我们公平手要离开，手离开关。威弟更不会跳兄弟的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威弟怎么办？他一手都不会跳，我相信。他跟来集训的，怎么办？是谁？大家请说。李凯威。答对啦，魏晨先分。好，下一题。哎，小熊，哎。音乐停下，然后嘞，来来来，然后嘞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想记嘞，苏伟达，苏伟达，嘿。我们今天的开场舞都没有认真练应援，你们等一下等着看，真的啊，在练我们应援是不是？好，那马上下一题，我们来期待一下喽，看看小翔表现。音乐请下。哦，我们会跳，你不会跳。那么厉害，谢谢。好，但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赞成平手吧。刚刚他先按，但是我们先跳，然后刚刚他有一个按住不让我们按，这样子可以吗，小翔？我相信开场我会把你排进去了。好，我们来进行，请下一位。还有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这么快，所以我们今天是公布一下成绩。魏全龙。相对这边是一二。